大家好，我姓三浦，叫三浦春马，一二三的三，浦东的浦，春天的春，骏马的马。认识大家，我很高兴。我是第一次来上海，今年23岁。我的爱好是，踢足球和冲浪。我学汉语的时间不长，我的发音还不太好。这次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开通了三浦春马的新浪微博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
我是若兰。我妹妹如梅，我们非常了解彼此，什么事都知道，还分享所有的东西。我们偶尔换换角色，这样就能享受双倍的人生了。
新年快乐！我是三浦春馬。我的信息，私を話さないで。从1月15日开始，一定要说干。游击会也很想继续参加海外的作用。今年也，请多多关照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私を話さないで。虽然是很困难的内容，但是身为一个演员，我度过了一段很有意义的时间。希望还能参加能让大家喜欢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
新年快乐！我是三浦春馬。我的心事，私を話さないで。从1月15日开始，一定要说干。有些会员很想继续参加海外的作业。